我觉得呀，这次应该成功了。何以见得呀？咱们总结了那么多次的失败教训，改进了炉火跟通风，方向大人融进了那么多青铜兵器，这一次啊，一定成功。 方向大人，你把自己所率军队的兵器都化成了铜水，大酋长不会怪罪你吧？只要这大鼎能造成，天下能统一了，民众能安生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报！方向大人，大酋长来了。来就来吧，你慌什么？ 酋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方向，我来看看这大鼎铸造的怎么样了。那大鼎就要铸成了。我听说你把兵士的兵器都化成铜水铸鼎了。嗯，有这么回事。方向啊，方向，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？知道。 知道就好。来人呐，在，把方向带回水寨。诺。慢着，大酋长，你看这大鼎就要铸成了，可是这里边呢，还缺少一样东西呀。什么东西？活人祭。活人祭。大酋长，你来看。 方向大人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大酋长，大鼎要想有神器，必须有活人祭。活人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他是谁？就是我。<笑>方向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回水寨商量。大酋长，天下就要统一了。 我高兴，凤仙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凤仙大人，麻烦你给我带个话，告诉草木子，天下第一神医我就让给他了。凤仙大人，凤仙，凤仙大人，凤仙，高阳大人。 天神呐，方向大人，是为了三苗和华夏的兵士们，以后不再血染江水，才舍身的。希望你能了却他的心愿，保佑我们注定成功。 成了，方向大人。
于顺答应了，再咱们选定的战场开战。少马说，他们的军队没有那么多，但正在向这里赶。咱们可都是饥饿之人，虽然人数众多，但战斗力不足一半，而且方向大人所统帅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武器，只能削竹子为兵器。如果共工的骑兵不能准时赶到， 或不能按时发起攻击的话，那咱们就只有背水一战了。伯强啊，你这是信不过我欢兜啊！大酋长，我愿即刻领兵出征，战死沙场，以表我对大酋长的一片忠心。大酋长，欢兜大人，我们首领、共工大人的部队过来了，可是找不到埋伏地点。 还请欢兜大人过去看看。诺，大酋长，欢兜啊，共工军队迟迟未到，伯强心里着急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这样，你马上去共工那儿帮助共工布置一下人马，这次大战在即，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。 诺，伯强，伯强啊，说实话，我对这个欢兜一直怀有戒心。大酋长，他可以背叛唐瑶和于顺，就可以背叛大酋长，他在华夏 可是有九头狐狸之称，此人怀有野心，我这几年之所以重用他，一是因为他对那边的情况熟悉，二是因为他和滚共工关系比较密切，可以为我所用。等这一场战争打完了，哼，他就没用了。我最担心的是，一旦大战开始，共工按兵不动， 咱们会于顺拼死搏杀，两败俱伤，到那时，共工再发起进攻。哼哼哼哼，这些天我早就想到了，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天下就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他于顺的，而是欢兜和共工的。伯强，你明天到共工那儿去督战，如果大战开始，他们还敢坐山观虎斗， 你就找一个机会把他们杀了。诺，兄弟，共工来了多少人马？都来了，你看，我们首领派人接你来了。 欢兜来了，辛苦了，我的兄弟共工呢？拿下！干什么？我是欢兜，抓的就是你欢兜。 欢兜，我让你看看我是谁。高友，你跪下！跪下！你跪下！共工呢？中了我们共种设的埋伏，带着几个随从跑了。这个废物！报，大酋长，共工派人来了。 刚才不是来过了吗？带他进来。诺，带他进来。
大酋长，怎么，你没见到欢兜啊？哦，在下见到了，只是他让士兵来禀告，他不放心，所以让我前来。欢兜已经和我们共工大首领去商议战事了。你是什么职位啊？百夫长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情？我们的大首领共工，还有已经死去的滚大人以及欢兜，一直都是好朋友。现在欢兜投靠到你的麾下，滚大人已经成鬼，我们大首领也离开了虞舜，在西北自立一方。这些情形大酋长是知道的。不过，其实我们大首领和欢兜的关系，一直是面和心不和。 尤其是滚大人死后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任何往来了，所以这次欢兜去找我们大首领商议战事一事，我们大首领很是奇怪。不过后来终于弄清楚了，欢兜真正的目的，并不是要和虞舜开战，而是希望虞舜和大酋长你打得两败俱伤，这样一来，欢兜就可以。 来人，在！把这小子拉出去砍了！诺，慢着！大酋长，这是在你的军帐，你要杀我易如反掌。不过，你可否听我说两句？再砍杀我也不迟啊！你说吧。大酋长，我就是不明白，我辛辛苦苦。 给你送来这么重要的口信，你为何要砍我？哼，如此重要的情报，共工不亲自来说，却让一个能说会道的百夫长来这乱嚼舌头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好吧，在下实不相瞒，共工是我的伯父，我是共工的侄儿。一派胡言！我伯父说的没错。 大酋长不会轻易相信。不过我伯父又说，如果你见到此物，就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。大酋长，这是老公公的家传之物，上面刻有水族的祖神和纹饰。 看来，你真是共工的家人了。在下正是。嗯，来来来，坐。谢大酋长。共工为何不亲自来啊？我伯父说了，欢兜此人疑心很重，如果他和你亲自密谈。 势必会引起欢兜的怀疑，所以让我先来探探大酋长的口气。啊，你伯父是想要投靠我？大酋长，你拥兵十万，又统帅着天下三分之一的领地，他欢兜有什么呀？这点道理，恐怕连小孩都明白吧。 如果我做了共主，你伯父想要什么呢？他什么都不要，只在西北自立一方，和你相安无事。太好了！如果他帮我打赢这一仗，我答应他。大酋长，你收了我们的信物，你有什么凭证给我的吗？啊？哦，这是我的家传之物。 给你伯父做个凭证。多谢大酋长，我伯父还说了，如果大酋长同意了我们的请求，就让我在大帐前举火为证，他马上在那边砍了欢兜的脑袋，以表跟随大酋长的决心。<笑>那我就等着欢兜的脑袋了。大酋长英明。
欢都，商军已经得手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所犯下的罪行，杀你十次都不为过。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天意呀，天意！我的头不是唐尧和虞舜砍的，高尧，我也是个战将，你敢不敢把你的剑借我一用？让开！天不助我欢兜啊！大酋长，大鼎铸造好了。方向大人了不起啊，让大酋长看看大鼎吧。打开。真是精美绝伦，真是天下神器呀！那是方向大人用他的血肉之躯铸造而成的。哼，大鼎铸造好了，如果你们怀念方向，我可以送你们去。大酋长，如果有一位民众爱戴的共主能够统一天下，让两军的士兵从此以后不再血染江水，我愿随方向大人而去，以身祭鼎。我等死而无憾，只是大酋长背信弃义的做法，实在不是当共主的品性。只要我能得到天下，一切都无所谓。来呀，在，把他们都给我捆了。别动，都别动！放下武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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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动！别动！放下武器！别动！别动！放下武器！到底是谁？我就是共主的儿子商君。放下武器！共主仁德，将武器放下。大酋长，共工已经中了我们共主的埋伏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他帮不了你了。两位大人辛苦了。这大鼎真是壮观。大酋长，我们共主说了让我好好的善待你，要放你回去，这也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。大酋长，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的商议呢？大酋长，高尧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鲧的儿子禹已经当了治水的总首领，正在忙于将济水输入淮水，这样一来，淮水两岸的旱情将有所缓解，你三苗的旱情也将有所缓解。你如果听高尧相劝，把三苗的大军带回去啊，那治水总比打仗要好得多吧。再者，这大鼎已经铸好，就留在荆州。我们共主说了，将来这大鼎到底归谁，那要听天意，顺民心。
回。诺。大酋长。方向大人的在天之灵，敬方向大人的在地之灵。方向大人，你才是天下的第一神。这碗酒我替你喝了。爹，义父，爹。母亲，母亲，义父随方向大人走了。爷爷，义父，义父，爷爷，天神啊，义父，请收下他们吧，他们这一生。救了多少天下人！爷爷，干爹，你这一生救了多少人？我和母亲在最危难的时候，身里伸出了手，收留了我们。你像大树一样，给我依靠。教我那么多做人的道理，干爹，你放心，我会像你一样去救助天下的人。我来看看你们。啊，这两年你一直在地上摆着石子儿，这到底是在琢磨什么呀？啊？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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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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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不能动？那是我的抛石器，这个和这个都是我的抛石器，这就是天下呀，这是关于天下的事，你不懂。等我琢磨好了，咱们的时间就有的打发了。是啊，咱们苦干了这么些年，这该有的都有了，就是这空闲的时候啊，实在是难受。不过这现在的你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我哥他为了教化我，想出这么一个狠主意，
要改造一个人，岂是件简单的事啊？嗯，是。哎呀，不过呢，我是越来越喜欢有碧这个地方了。我想明年把我爹娘都接过来，也改造改造他们。他们都那么大岁数了，这恐怕是改造不了了。哎，六妹在屋呢吗？屋里呢。我找她有点事儿，就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六妹啊，嗨。这天下是九州啊，我横着这九道杠，竖着这九道杠，中间是条大江，两边各自九个棋子。要统一咱的天下，那就得打仗。不是你灭了我，就是我收了你。据说中国象棋的发明者就是虞舜的这个叫象的弟弟，因此命名为象棋。他用当时天下的形势规划出棋盘，以争夺厮杀、统一天下为竞赛的手段。当然，象远没有他哥哥的惊天伟地之才，可他发明的象棋游戏倒是满足了那些在方寸之间斗智斗勇者的欲望，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传统的游戏之一。该歇歇喽，啊！下。哎，我夫人让我来告诉你们，过一会儿啊，给你们送吃的来。看看，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。什么？我经过多年的琢磨，发明了象棋这个东西，以后啊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打发闲暇时间了。象棋？我叫象，我发明的棋当然叫象棋了，可有意思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教你们，来，横画九条杠，再竖着画九道，这叫天下九州。我这方呢是虞舜，你那方是三苗的有苗氏，双方争夺天下，胜者就是共主。这中间是条大江，双方即将开战，谁输谁赢，那就看各自的能耐和技艺了。啊，来。你我各自有九枚棋子啊，这力量才均衡，不然就不公平了。看好了啊，这两个，你一个我一个，这是帝君。帝君呢，只能放在这四方格里。四方格啊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归瑞。帝君在归瑞里运筹帷幄，指挥天下，不能走出四方格。帝君的身边还得有两个侍从，跟随帝君左右，也不能走出这四方格。有了侍从，那必须还有首领啊！啊，你看，这两个是象，分列他左右。打仗呢，得要骑马呀。这两枚呢，是马，各分左右。有马就有车，自然一边还得有一辆车了。分别放在两边，这双方大战在即，前方还得各自有士兵列阵，兵列阵后面得有俩炮，这炮呢就相当于是弓弩手、抛石车。怎么打？这下棋跟打仗一样，得有自个儿的规矩。帝君跟侍从不能走出四方台，这象只能走田。为什么？以前我大哥舜就在归瑞抓过野象，耕过田，所以象他只能是走田。马呢，日行可以上百里，晚上可就走不了这么多路了，他只能是走日。车呢，横冲直撞，不受任何限制。这两边的炮呢，
他只能是越过士兵的头顶打到敌人，所以抛呢，只能是越过前面的兵才能杀人。明白了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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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摆上你的旗，咱们大战三回。来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哎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放那儿。我们大战300回合。哎哎，好，好，该你走，该你走，走走走。哎哎哎，这斜着走的，高瑶大人，这不能斜着走。大人，上告诉我可以这样斜着走，对吧？你看这个，不能斜着走，不行，重走，重走。哎，骑着马的人才能斜着走。想说了，刀也可以斜着走，就这样。哎，没想到啊，我弟弟象能在这方寸之间运筹帷幄。哎。想出这么好玩的游戏来呀！是啊，我这次去了友壁啊，嘿嘿，发现象变化可真大呀！啊，友壁本来是蛮荒之地，可象呢，带着当地人呢，发展当地的生产。哎，现在的友壁啊，是相当的富足啊！是啊，这次我从友壁回来啊，带了几十车的粮食还有物品，象跟我说，这是向联盟交的贡税。象，他还恨我吗？象啊，本来杀你的心都有，可到了友壁之后，啊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只能下地干活了，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现在啊，他在劳动当中找到了乐趣，根本就不提这事儿了。哎，他还跟我说呢，哎，感谢你这哥哥，还来不及呢。哎，走着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啊，站好站好，看看吧。啊。你们看，我叫你们过来，就是想商量一下五行的事儿。这五行实行了这么多年，可是却一直形同虚设，这都是我的过错。没有刑法，不足以震慑天下。可是这刑罚过重，又体现不出老帝君的仁德之心。所以这几日，我想出一个法子，可以象征性的去惩罚，就叫做。象形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啊，这头上带着特制蒙巾的，算作是墨形，代表着在脸上烙印；这脖子上挂着鹰草的，称作异形，代表着割去鼻子；这脚上穿着薄底草鞋的，叫做月形，代表着挖去膝盖；这下身挂着艾草，就是弓形。这穿着无领葛衣的，是犯罪刑法最为严重的，称作大辟，就是割掉脑袋。这样做的话，既惩罚了犯人，又能够体会老帝君的仁德之心。哎，你们想想，谁愿意穿成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呀？高瑶大人，你主管刑法，你先说说。公主，既然你已经决定执行象刑，高瑶无话可说。啊，各位大人，你们也来说说，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既然大家都同意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就执行象刑。在中国古代的刑法历史上，也只有虞舜提出过象刑的概念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私有化进程的加快，象刑作为尧天舜日理想社会的象征，也只是白驹过隙，转瞬即逝。这种是否真正实行过的象刑，目前还无法验证，但却让后代子孙们对虞舜的仁德嘉贤护送羡不已。
坐坐坐。哎，你们的剑法真是出神入化，这么高的技艺，怎么不去战场打仗啊？丹中军，这正是因为我们不去战场打仗，才练到如此地步。那练得这么好，有什么用呢？剑术练到天下第一，才是我们的目的。哦，哼，哎，还有你，北人无责，你一肚子学问，也不给联盟出个主意啊？啊，懂道理有什么用啊？懂道理就是懂道理，和帮助联盟出主意不是一回事。哈，我这回下聘礼，请你们做我门下的食客，你们怎么就来了？我们是冲着丹朱君厚礼来的，这叫良禽择木而栖。看来北人无责也并非无责啊，是见财而责。正是。啊，你倒是个爽快人呐！啊，那要是有苗氏下更重的礼聘请你们，你们也去帮助三苗吗？不去，你是老共主的长子，又能厚待我们，我们才来的。丹朱开启了门下养食客的风气，到春秋战国时代，出现了以养食客而名扬天下的四大公子，各自门下的食客多至数千，已成为食客之风的滥觞。北人无责，你是个懂事理的文人，我有些事情想讨教你，请讲。啊，就拿这个酒杯来说，本来是我的，如果被你抢走了，我再抢回来，对还是不对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他回答？自然是对的。好，那好，这大屋子本来是我父亲的，后来啊，被老首领龙给抢走了。现在龙死了，我就把他家眷全都赶出去了，又抢回了这个大屋子。那是对还是不对啊？按照抢酒杯的道理，应当是对的。好，那好，我再问，这天下是我父亲唐尧打下来的，现在被虞舜抢去了，我应该如何是好啊？这件事情太大，虽说和夺酒杯夺屋好像是一个道理，可是我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回答。好，北人无责，你一肚子的学问就被这么简单的问题给难住了啊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诺。高瑶大人可以说了。公主，丹珠在老帝君死后擅自离开了虞城，现在就在唐都郊外的南河，整天歌舞淫乱，民怨极大。大家还都在守孝期间，他这么做胆子真是太大了。我还听说最近召集了几个当年华夏的世外高人，整天形影不离，不知在谋划些什么。都有谁？胡不邪、单卷，还有北人无责。胡不邪和单卷都是武夫，这北人无责是一介文人，我知道他们，但是对他们并不十分了解。公主，丹珠去了禹城之后，他们的屋就归为联盟了，后来给了退阳老首领龙。这个我知道。所以啊，丹珠说，既然龙已经死了，那屋就应该归为原来的主人。所以丹珠擅自带人把龙的家人全部都赶了出来，现在唐都的民众都在议论此事。这丹珠在禹城明明有封地，他又回来抢占这南河，这么做简直太不像话了。公主，如果不拿丹珠开刀，咱们的象形就无法实施啊。可是高瑶大人，你想过没有，这丹珠可是老共主的儿子呀。如果任凭丹珠这样嚣张下去，五行法典将是一句空话呀。义父走了，父亲和母亲也走了，大哥这下更是没人管了，又开始闹事了。这大哥也太不像话了，把咱们南河的老屋抢了回来，轰走了龙的家眷，现在闹得唐都的人都说，父亲怎么教化出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？你以为他是光想抢回老屋啊？
他是要和夫君争天下，想控制唐都。姐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二弟告诉我的。为此啊，八个兄弟都离开了他，这才叫众叛亲离呢。那夫君知道这事儿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他只是一笑，说天下不是谁想抢就能抢的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不能由着他瞎闹。放心吧，高瑶大人去了南河，他会说服他的。远古的部落，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。夕阳天高歌，长影在我，燃尽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蓝遍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。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，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泛舟看向诸般国，山巅撒大爱之波，万川之约恩赐映山河。